赵天心你在躲吗？你以为我说我讨厌黑道，就不敢来义清吗？小猪、阿龙、小鱼，你们三个去支援阿良的店，其他店的驻守人员也要提早30分钟到，检查监视器、门窗有没有被破坏，一有状况就立刻回报。是，还有。赵天心，你给我出来！二嫂怎么会来？怎么会来？我不能来吗？只准你随便踏进我的世界，不准我越线。你已经骂二哥很拽了，之前摆那么大的排场，完全不管我愿不愿意，一个人想追就追，想撩妹就撩妹。现在一通讯息就自作主张想退就退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简直可恶！锦轩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要退，我只是……我今天来就是要还你当初没有打下去的那一巴掌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只有我妈还有我的女人能对我动手。在我决定追求你之后，如果你还动手的话，你知道那代表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代表你愿意做我的女人。是谁在我梦里陪我弹琴？二嫂打二哥，陪着我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等你了。你要这样，不要就拉倒。有点心里关于新的声音，你真的答应吗？我梦里的情人都已经做成这样，你还要跟我装糊涂？轻轻给了我一个吻，紧紧感受我的体温。这女人真可爱，上了几个班啊，怎么累成这样？